Hello，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台中新闻台的志玲主播的双胞胎妹妹嘉玲。大家好，台中越夜越美丽吗？台中市西屯区国道一号及高铁旁的洪阳桥与福安桥，是台中市跨越法子溪两侧的重要桥梁。为解决原来光雕维护不易的问题，台中市政府建设局重新规划两座桥体的灯光设计，改装设黄、红色投射灯穿插照射桥梁柱体，让洪阳桥与福安桥夜间耀眼变身，成功营造法子溪畔迷人的光影氛围。记者邹志忠报道。